当拍我一个冲过去把杆子一扬，然后一个大弯弓。黑漂亮叫我别光肚子吃。你自己的漂亮你自己不看着，还让我给你看着。角度问题啊。你都用的不是粗尾的漂是不是？我知道你的眼里只有他。哎。咋了？我上次就是这样，我上次就是这样。我天！我上次就是这样，我上次就是吃饭的时候他就到了个点。别吵，肯定还是有。快点，他起腮。哎，我两个钩都钩在了，不要紧。来，我来，不要打。别动，跑了。哇，这么大的龟人！哇，这么大，这超往小了吧？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吃的正口，看见没有？正口，三钩全部吃了。哇！这个人的运气是太好了。摸一下，这玉米把它吃下来了，还是那个这么大的鲑鱼。玉米正常是钓不到的。但是他就是吃了，看见没有？对，正准，正准，对。我们打的是玉米。对，好肥！快把我那个夹子拿来夹一下，看要多重。啊，夹子夹呀！哇，这一个手还提不动。哇，嗨，这个是真大，这我是钓了这么多年的鱼啊，第一次见这么大。哇！第一次见到100块钱一天。哇，15斤还不止。是不是？我说有10斤了吧？对，十三斤，13斤半。13斤半。26斤。13斤半。26斤。13斤半。合个影，来这样合个影，我的。13斤半台钓玉米钓的。哎。天哪，这有26斤，而且我在这都看到它的食道了，真好，我没见过这么大的鲑鱼。我也没见到，第一次见到。你线组刚才是怎么装的？我就6配4，6配3，6配3，我以为是个青鱼，一黑标我一提就这样的。哎，咱不是挂的玉米吗你？我估计是玉米把那种什么小鱼引来了，然后它过来在吃小鱼的时候，一下子就把那个玉米吸到嘴里去了。它嘴巴大嘛。哦，你打的窝子也用的玉米是用哪一款？我们哪一款？就用大中国巨乌玉米，然后加了一点那个腥味的大集中腌制。不说了，等会儿啊，我怕哥
我拍个照，我去钓鱼了。我第一个发现怪公公。这好多人听过，都没听说过。玉米叫怪公公，野货啊。什么？鲫鱼，我的目标鱼，我的目标鱼上了。杰哥，呀，可以啊，你也搞了一条，就是小了那么一点点。那是一点点吗？问题我们俩目标鱼不一样，对，我还是依旧啊，我的目标鱼就是它。我估计我要是接着要是一直钓四米，我估计今天龟都破不了，得亏吧，看见没有？这有一种感觉，冥冥之中它就在这里等我，我把它带走，带回我家里那个鱼缸里面养着。现在黄姐已经膨胀了，你知道吧？她此时此刻已经不想坐在那儿了，她只想就是我早点，等一下两点钟我们就收竿，早点回家，第一时间把这个鱼送回家里去养的。你看看，哎，要求不高，再搞一个青鱼就圆满了，就证明我们这不是意外，也不是偶然。你这个要求真的有点过分了。哎，有了！哎，这一阵子，哎，这个鲫鱼，可以啊！哎，越钓越大嘞！对啊，我的目标鱼再次重获！可以！这叫什么？我们两个这叫有针对性的，对不对？我钓大的，你钓小的。对啊，我把这个大的钓走过，你小的鱼就赶过来了。我的目标就是钓鲫鱼，对吧？大的不钓走，这个鱼不敢来的。对。所以我们俩今天其实带的饵料也是方方面面的都很齐全。是的，他用玉米在打窝，然后再做钓，我这边用了他早上给我开的新香的鲫鱼饵在钓。这个饵料带的齐全还是真有用，就是你可以应对啊，有小杂鱼的时候就可以守大鱼，是吧？下一次也能像杰哥一样守青鱼的时候来个十几斤的大鲑鱼，你看那开心啊，很久没见他这么开心过了。喂，中了，我的目标鱼，哇！哇，可以，看这个头，行吗？我可爱的小鲫鱼又入户，在众多小杂鱼当中，分辨出清晰又有力的鲫鱼咬口，真乃为是后生可畏啊！今天杰哥带我在这儿钓了一天，这个地方还是蛮好玩的，还可以吧？大的小的什么都有。主要今天最开心的就是他了，所以你知道，不管去哪儿钓鱼，还是建议大家呀，把装备多拿一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看，4米5钓小鱼没口，换成8米1之后来了一个大惊喜，而且直接上大线。你看别人钓友过来一看，就是说早上切了线，3.0这个季节切了，那个鱼你想有多大？你看看。所以呢，我用的呢又是2.0配上0.8的，所以呢，如果大家在野钓的过程当中，还是应该多准备装备啊，8米1、7米2、6米3、5米4、4米5，这线组搭配，从1.5的主线一直到6号主线都得配得上，这样才能够以不变应万变。你好会说啊，现在。不对，是以万变应不变。
那你建议大家来这儿钓鱼都用一些带一些什么样的装备和窝料饵料比较合适呢？如果你是来钓全天的，早点来，它早上的口特别好，都是巨物。这个时候你就钓，就用玉米钓，钓个7米2、8米1，专门钓大鱼。如果你是要中午来的话，你想偷懒一点，你就钓个巨，7米2、8米1，撒点天元玉米，然后守一天也可以。如果你想来点，看看漂相啊，过过漂瘾啊，你可以钓个4米5，钓个5米4，啊，用个新香饵，什么大吉终结者野战板呢，钓钓小鱼啊。主要看你每一次出钓。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